镇公所。可是这一区看起来超不像镇公所的。我终于找到了，我终于找到了。好，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？是有捷径的意思吗？好像可以通往到一个秘密通道。地基储藏室中取得园艺工具。哦，要找园艺工具了。地基储藏室。地基储藏室哦，这一区吗？去哪一区？找园艺工具。园艺工具。交出园艺工具吧。这边好黑哦。很好，啊，可以去摘花了，可以去摘花了，各位。走走走！我先去餐厅那边摘朵花，取得鲜花。镇公所管理的小花园取得鲜花，应该是餐厅那边啊，没有猜错的话。改当佛系玩家，妹控我骄傲。我觉得这边聚集的奇怪的人越来越多了。
怎么我的关系？我这么认真的在逃出巷弄。恶灵古堡拿小刀破关哦，这个 DK 专业，这个 DK 很厉害。怎么躺着也中枪？没有啊，我看你把拜友一玩得像自己家后院一样，还神啊！诶，我记得是这里啊，那我记错了吗？记得小花在这附近啊，还是在别区？奇怪了，我记错了吗？我确定我在这里有见过花。而且是在，就是在二楼的地方。哎，啊，找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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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找。到了，耶！墓碑表达悼念，我们走吧。走哦！原子控，这样你们这样的发言会把这边是妹妹的观众给吓跑的。可以去请你们的爸妈加油一下 也许还是有机会的。前阵子不是有那个60几岁还生了小孩的，哇，那真的太神啊！父母加油一下。也是有机会的。
大大，哎，嗨，雪人大大。第一个，感谢雪人大大 host。哎呦，钥匙，这是什么钥匙啊？采矿公司老板，是哦，我终于可以进去了，我终于可以进去那个奇怪的房子啦，赞哦！进去了，你要去忙啊？啊，好哦。你的进版图，恭喜你啊！这栋建筑是一个密室关卡。找到出口离开以后，这里将恢复自由进出。哎呀，我们落入镇长的陷阱啦！开什么玩笑？镇长的陷阱？我看看，一楼的客厅，还有逃离这里。什么洋房？这个是，又是一个需要咒语卡片的东西。哦，这可以吗？不行。这是什么的？牢笼啊，应该是离开这栋房子的卡片啦。走喽！OK，太好了啊！这里就是那个办公室啊，就接着矿场的办公室。哎呀，这样也算是逃离了吧？哦。房子，
第一层可以走。哦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一楼的啊，我大概知道了。这个不是一楼，这个是二楼的，应该是不能用。那是可以开一楼的。果然，我们去一楼吧。五个手提箱只有一个可以让我继续前进。如果没有看过线索的话，这关可能会浪费我不少时的钥匙。怕怕。真的，五个钥匙就这样喷了。我已经用掉了五分之二，我还有五分之三的几率。哎呦，至少有一个收获。没关系啊，钥匙够就。就直接都开一开吧，太悲惨了吧！我也太悲惨了吧！哎、欸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太重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个，我有一点难过，这太悲惨了吧！第一个箱子旁边是不是有东西？打卡机吗？我看看，这个吗？太好了，钥匙补回来了。村，哎、欸，它有一点剧情啊，只是剧情成分不重。以密室脱逃为主。塔洛斯法则，怎么听起来是一个很让我害怕的东西？四个餐盘各需要一种食物，只有一个盘子可以给我下一关的卡片。希望在屋子里找到线索，那就可以用最少的代币完成关卡。要钱钱哦。哦。好，
Hello，小咪。太好了，前往下一个关卡。早安哦，没有没有，我没有硬来，没有硬来。我都慢慢来，没有硬来。我很温柔的。八个车，太糟糕啦！洋葱异界，艾叶子，最后一关，我不需要提示就能过关，真的吗？我觉得我还是需要一点提示诶。破那两款，哦，不不不不，那不用不用不用，你这样我一定没有办法破的，我非常有自信。张旧照片与采矿公司老板在宝藏前的合影。这张完整的照片揭露你的海盗身份，同时你是宝藏共同发现人。哈，原来我也是海盗哦，所以我是凶手之一。啊，原来是这样，是因为我的关系，所以这个小镇的人才都不见的。哈。原来一切都是因为我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不要报警啊！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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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，就是因为这个游戏有某一些原因，就是小镇的人全部都消失了。然后我现在被困在这个小镇里面，就是一边探索一边找寻，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。
啊，刚刚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真相。我不是故意的啦。哦，柜子，哦，然后还要按照顺序，按照顺序，最后就可以找到宝藏喽。杨师傅484该积压了。不要了，不要挤压我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啦。哎，不是这一张啊，那，张吗？这一张，张，张，是有卡的，不然不可能会没来由出现。这张吧。没有，怎么看都是这张啊！杨小姐，开门，有你的快递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隔了楼梯门。有，我有照顺序，我有照顺序。可是这个看起来就像是，哦，我懂他的意思，对，这个是最后，哦，我懂，哦，这个是在后面，这个要保留。那我现在是要再找其他的是吧？哎，这有点难找哎。不好找，那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嘛？这个是第三个，刚刚那个是第四个，我现在要找的是第二个，第二个地方应该也都在这个房子里面吧？难道是我没有找到吗？啊，看来是应该是这张卡片啊，我还没有找到。嗨，潘多拉，没有，我一直都没有在 L 啊，差点就推倒，哇，犯罪宣言又出现啦，OK，就剩下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藏在哪里呢？这里啊，
好了，我们可以去下一层楼啦。嗨，马达奥塔库，早啊！走哦，我只是单纯想要逃离这个地方。哎呦啊，这个，我找到了，找到这张了，这张我刚刚在某个地方有看到嘛。我觉得很眼熟的地方，我刚刚有走，有晃到过啊，这就是那个城堡的那个啊，城堡的吗？啊，这里，啊，有了，这里我之前来过，这个是防盗卡，盗卡。哦，我找到最后一张了，我可以离开。可是我到底要直接离开，还是要去找宝藏呢？我觉得宝藏的线索我也找到了。我们去找一下宝藏好不好？宝藏的线索我也找到了。逃离小镇，逃离采矿公司老板的住所。那个地方我已经逃了，有什么问题？什么金箍子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！这里的一楼是在一楼吗？符号是在一楼吗？我只是觉得很眼熟，我好像在哪里有看过，可是我想不起来。刚刚拿到魔法小卡，这个吗？哎呦，传送艇！原来海盗就是从这里逃出去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所以表示我也是可以从这边逃出去吗？啊，那可以再送到园区的另一处，离开建筑的唯一方式，不能再把我送回来。我先来探索一下这区有什么东西。
走吧。走吧，走吧。走喽。如果电话亭。这里是死路哦，我出不去哦。那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找到海盗跟海盗的宝藏跟直接离开了。那我现在走不出去，我不就啊怎么办？啊怎么办？可以，然后我现在就可以走出去了呢。是我在这边躲，只是我为什么被困在这里？我钻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可以可以。哎呀，出来了！哎呀，这不就出来了吗？吓死我了！走哦！那我们去找宝藏吧。我们来找矿坑的宝藏。并打卡。不过我现在在，我是不是在那个第一个？记得，等一下哦，等等，我现在想要再去一个地方。那个城墙的那个也让我有点在意。这个让我有点在意。有吗？有东西没有拿？等一下再回来拿好了。三角形。三角形。我还没有拿到那个的卡片，那个也让我有点在意。我哪边还有东西没拿？
绿色按钮。还没有达成呢，我还没有找到达成告示牌的条件，就是找到宝藏吧。放坑的，那应该就是这个任务吧？放坑的海盗藏宝处。来吧，我就在这边找。超顺序的提示，说这个面包吗？我觉得这个面包是让我走到找到出口的提示，不是让我找到藏宝处的提示。我决定，我还是要在这边搜索一下。这边可能路都还要再找一下。有符号出来，Hello, DLY。怎么有两个面包啊？我又走回来了，有吗？是走到树上。
这边是，啊，这边是传送门。没有哎，我没有在找图案，我在找我有没有还没有走过的路。我觉得不是这个哎，我不是在找这个宝藏的图案，我是在找有没有其他我没有走过的路。因为这个，我记得他是讲说这个是会一直无限循环。我在猜海盗的宝藏应该不是这个东西。应该是我有其他的地方没有找到。边上面，中间灰灰的，这个吗？这条我好像走过，我走过。Hello, player. I'm morning. 灰灰的。打卡机旁边的路，这个吗？这一条吗？是食物。打卡机，这打卡机左边还是右边？这边，这条吗？我刚刚有经过，后面。哦，我看到了。
哦，我看到，哦，天哪，哎，这个用，对，用手机看完全看不到，我手机是黑的，我是看我的荧幕才发现的。藏宝箱里面的宝物呢，似乎都被搬空了，哈，哎，被搬走了。逃出了，我脱出了，各位！海盗聪明的，没有错，走走正面会被逮捕，太好了！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多探索也是有用的。啊，赞赞赞！多探索也是有用的，这样我就，哎，我差点就被逮捕了。哦，我昨天玩的比较长，哈哈哈哈！感谢良医，避免被逮捕，太好了。